又来了，又在片场帮马克过生日，又在想说要什么梗，要吗？怎么弄？跟你讲，拿垫片又拿垫片，他拿酒出去的时候，你那个书就会穿帮嘛。什么意思？哎，那个杯子先放回去，没关系。光也是那谁，可乐，你帮他弄一下好不好？就这样拍一个，准备，来来。拍的是另外一部电影。看玻璃里面的自己，在干嘛？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这样是怎么回事？什么东西呀？为什么？